Hey guys, it's Geno here. 大家好，我是 Geno Chaos 将军。今天又是美妙的白嫖一日。哎，白嫖到的呢，自然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了啊，法国的潘哈德伊比亚，75毫米对吧？哎，对，轮式车，这车长得真的很拼接，很缝合，很丑，但我超喜欢这种长得特别丑的这种车子，丑得很有性格。这车呢，纸面数据105公里每小时，在这张图是有机会能跑到一个比较高的速度的啊。像那种山地图就很烂了，因为毕竟轮式车嘛，对吧？当然，大雪哇，德意日好烦啊！最近活动期间这个环境很差，对我这种车，防不住意大利的那个 R3 小跑，意大利那些小跑就是一扫我就死的那种，这个挺烦的。这车呢，5秒钟一发的那个装填还算不错，但我没试过这个是多大的弹夹，多少发以后就变成慢装填，这个我还没试过，先丢吧，他妈的！我是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就会出现，这些他妈小跑车太多了，就我还不如他妈的去到顶级方去玩小哪山神去，这车，我觉得机会都比那些他妈打那小跑车多，来了。哇，看不到，操！我正好撞了吗？我都看到他了。哦，可以，阻止了他的站点。然后呢，这车只有那个。负6度的这个辅角，这个是挺不好的。负6度的辅角应该说相当一般啊。不要急，现在他妈的这些小跑车太多了。走起来，然后这车是可以侦察的，凡是有侦察的，对我来说都是很爽的车，都是令我很开心的车啊。那没有车。是他妈的那个吗？巴巴卡吗？好像是巴巴卡。我先开走了，没空理的。哎，宝贝，你要死了呀！哎呀，操！刚想杀他，我是180多的这个穿身的铁坨啊，照理来说还行。丘吉尔还有一辆。我操！我被发现了。第二辆丘吉尔，他们是组队的。我差不多该换点了，我被发现了。外面有人，我能听到。哦，看到了，在那边。F2，这把好像他妈R3小跑车不多。多的话又很难打，我先冲过去。哎呀，被队友收了，也不错，被收了也是件好事。我觉得刚刚那辆他妈丘吉尔要来找我的，要么就是进飞机找我，要么就是三个人头。哇，我他妈就隐约能看到人，哇，吓死我了，妈的！美洲狮，哎呀，我活不长了，我真活不长了。来人了吗？来人了，那边有人。可以，德国 T34 一辆，还有人那边。我应该被发现了，我应该放个烟走，但我现在不太好走。哦，吓死我，他看到我，我没看到他，但也杀掉了，可以。3号 L， 哇操，真的要走了，放烟走，防空车，快走，
还不一定能走得掉，他妈的！先躲起来，先躲一躲，哎，先躲一躲，避避风头，可以。妈的好，好险啊！被防空车发现了，我这车防不了防空车啊。对防空车的防御几乎是零，好吧。但这车倒车挺快的，我喜欢。还搁那扫呢，在，还搁那扫呢。看不到人，但是肯定，我们到目前为止还不是。还不是慢速装填，看来这就是全程5秒装填吧，那很棒啊。我们好像有点压着对面的感觉了。我现在不敢去 A 呢，我想去 A 的。我这边跑过去不就要死了吗？我操 ，C 开始被占了，什么情况？好了，不行，我要去 C 了，死就死吧，我有防，我有那个备用车。我主要烟没了，也没什么保护自己的手段了，先走。我们没有人占 B 呀、啊。C 点对面碰了一下就没了，就走了，这是个问题，在哪儿？我觉得他会从 C 往 B 去。我不能直接去 C 啊，直接去 C 会出事。但我这个人头也可以了，我觉得。哦，站 C 的可能死了，站 C 的很可能已经死了。我先看一眼，这是个活人，但我看不清什么车，防空车好像是。哦，杀掉了，可以，我操，被他打我就没了。隐隐约约看到一个东西在那边动。哎，三秃子把我们 KB 收掉了那边。我现在只恨自己没有更多的烟了呀。哎，追猎宝贝，不行哦，还有人，关引擎。他出来了吗？什么车？防空车！哇，防空车最烦了，好像躲在里面呢。来了，哎，可以，十个人头。我本来都想直接开着这个车去做那个神挡杀神挑战的，因为他妈的，最近几天活动期间。在这个权重打环境太差了，那个太多了，意大利的那个小跑太多太多了，美妙十杀，哎，可以心满意足。这车还蛮好的，我说老实话，我觉得在近几次的那个冬季或者夏季活动的第一级别车里面都算不错的了。这车五秒钟的装填，对吧？炮又好。然后速度平地的话其实还不错的，不是山地是平地的话肯定是不错的啊，就很值得推荐的是一辆车。然后倒车很快，这点我真的很喜欢。哦呦妈嘞，我刚看到人了，人呢？哦，死了。哦呦，看我缩得快哦，不然我死了刚刚那下，真的是蹭着我打过去的。我现在冲过去反正很大可能会死，但是我不怕。我操，还有人可以占 B， 我来了宝贝，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好吧。他想把 B 占完，看来这位兄弟想把 B 占完。我操，他不占了，人呢？
还真不知道去哪了。他要专心站点，我还能杀他。他现在跑到哪儿去了？哦，又开始站了。我主要没看到，我也怕死啊，能不死当然最好了，对吧？真的看不到，啥情况？不会就在我旁边吧？最后，哦，在那儿，是吗？不对，我操，在哪儿？死了？哦，哦，在那儿。哎，拜拜，十一杀。哇，我真的看不到刚刚。刚刚看了半天。刚看半天什么都没看到。哇，这车倒车真爽。开惯了 T90 什么 T 什么 T 那个99式以后开这个车真爽。哇，爽。两个站点，十一个人头，两个助攻。还没死，关键是。没有死杀那么多是最爽的一般。哇，还在打，还是只放空枪，应该是放空枪啊。我操，可以的，他们好有韧性啊。但是结束了，我赶不过去了，不然我肯定再收一个人头去。结束了，结束了，爽，十一个人头。好了，要不这一把就到这儿吧，这个视频就到这儿了。哇呀，可以可以，七万多还不错吧，低级房七万多可以了，就到这儿吧，拜拜朋友们，点个三连喽。